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研究院的节目啊。哦哟，今天不能说新年好了，因为刚刚已经过完这个元宵节啊，那么正式的一年就开始了。按照中国的习惯，是不是元宵节之后就开工了啊？那我们中国研究院也开工了。那么今天我们需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拜登当选总统之后啊，那么站在共和党这边的立场呢，主要是担心他啊偏向中共啊，中国太多。而中国那边呢，啊，对这个拜登也抱有很多的主观的期待。但是事实上，经过了一个多月以后，我们看到了除了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有一个两个小时的谈话，内容我们并不清楚。但是从美国的政坛的情况来看，尤其是拜登的内阁成员，从财政部长、国务卿、国防部长、那么到这个情报局局长、甚至到贸易代表、对中国的态度都相当的强硬、甚至呢，这种强硬的程度跟四年多前相比啊，川普总统时候的内阁成员对中国的姿态要强硬很多。而且在这个时候啊，这个美国方面更明确的确定在亚洲建立啊这个去中国化的这么一个供应链，而且包括了这个中华民国，包括了这个台湾。所以我想请郑志光先生评述一下，为什么拜登政府的内阁层面这么明确的对中共表示一个强硬的立场？我是这么看哈，就是说，从这个奥巴马之后，现在美国出了两任总统，一个川普，一个拜登，从他们面对的政治形态上和这个美国总统这个位置上，对中国不可能不强硬，不可能不强硬啊。所以你不管那个川普总统四年怎么做，他最后这个半年强硬到一个不能说史无前例吧，近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局面。而且这个蓬佩奥国务卿的这个为代表啊，他基本上把中美关系勾勒出来了一个未来的远景啊，他说他是给下一任国务卿啊这个提供一个线路，当然是参考吧。从目前来看呢，和这个布林肯他们这一任呢，我觉得还是有差别，还是有差别。布林肯呢，他作为这个拜登的这个班子啊，一个首要内阁成员，那他的那个调子应该是拜登定下来的，就是竞争合作，应该是这是拜登政府的这个对华关系的一个定位。但是呢，川普总统如果说，这个蓬佩奥国务卿的这个政策就是白宫的政策，就是川普总统的政策的话，那么我其实觉得，起码在这个2020年后半年，那这个蓬佩奥的对华政策和布林肯目前的政策看，显然还是差别是非常大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就是说我们不要看表面上的这个举措那个举措，首先要看人家怎么表述的。从表述的逻辑上来看，我觉得两个框架是不一样的。这个布林肯这个就是拜登这个框架基本上是沿袭了全球化时代美国的一个定位的啊。那么和中国的关系啊，这个有竞争有合作啊，主调是竞争，但是免不了要有合作。那么这中间它是有一种弹性在的。那么从大的方案上来讲，我觉得是沿袭了奥巴马时代的这个第二任的这个对华政策，那么有调整啊，有调整，但是不是革命性的变化。那么蓬佩奥的这个外交政策表述啊，对华政策表述，我觉得和奥巴马比起来是革命性的变化，革命性的变化。变化就是说，他强调了不是我改变你，就是你改变我。就是中国和这个中国政府和世界的这个关系和西方世界的关系啊，他把他这个调子定得很高啊，调定得很高，就是说基本上是不相容的，你不改变自由世界就得改变，
那结论就是说你必须改变啊，而且呢，他把这个任务定得很长，是整个本世纪都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和布林肯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觉得他们还是要看基本的外交路线啊，是有差异的。当然你要说到川普总统，我基本上就觉得无从置评啊，无从置评啊。川普不存在一个就是说前后一贯的对华路线，因为他考虑的第一任他考虑的就是第二任连任的问题啊，所以鹰派他放任鹰派，但是放任有限度，就是说是这个斗而不破。但是所谓放任是什么？就是说我基本上认为他是要敲诈习近平政府，哎，给这个美国捞取好处，当然是他理解中间的好处。我对这个也做了很多批评啊，做了很多批评啊。那么大概其我的这个结论就是，不能说结论吧，目前的观察就是说表面上有延续性，因为这个新任政府上任，有一个月了哈，两个月了吧？我这个有点模糊了，快两个月了，快两个月了。没有没有，一个月1月20日。对啊，就是你觉得发生了很多事情，实际上时间很短啊。那么这段时间呢，应该说拜登想要调整的这个对华关系，它基本上属于一个就是不是它的重点，不是它的重点，应该说还在一个惯性之中，惯性之中，因为他现在第一个考虑的是在美国内部问题啊，美国内部所谓治愈团结，这是他的治愈，不仅是这个疫情，还有这个人心啊，另外一个就团结，另外一个对外的关系，他首先是西方盟友啊，就修复和盟友的关系，最后才会考虑到这个中国。实际上，他有点像王岐山捡裙边儿，就如果说你把它看作是蓬佩奥政策的延续的话，那他就是要再捡裙边，但事实上不是，因为时间还刚刚开始，这还对华政策还不是他的重点。等到他前两件事情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他对华这个方面会出什么新招啊。你比如说这个加上你的关税，他现在也明确表示不降，对不对？啊，那很多事情呢，他现在处于一个惯性啊，但是我相信会调整，会调整中间，我们会越来越看到他和蓬佩奥所表述的外交政策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不管这个，有很多人批评蓬佩奥政策不可行，我们不管这个，我们就管他主观意识上画这个蓝图是什么。我觉得，差别很大，差别很大。这里头不牵涉这说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不用去谈。好，李洪清先生，我来李补洪充清一先生在吗？我下。我看在，到我你的画面怎么跟我们的画面相差很大哎，在。因为有一老点板模糊不清楚，是不是你那边的下雪造成线路给钱。的不顺畅？我在马里兰，我在华盛顿 DC，没有在德州啊。哦，但是画面还是不模糊不清楚，跟你的政治面目是不是差不多我的政治面目还是挺清楚的呀。这在啊？哦。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我的政治面目一直是政治光谱一直清晰，当然中间有变化了啊。这个从加入共产党，最后被共产党开除是吧？这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啊。不过咱们回到咱们这个话题啊，说到这个外交政策这块啊，这个拜登的这块我倒是这么看，我觉得从两个方面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一个呢，这个从美国站在美国利益的这个角度，或者在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20年的这么一个人哈，我说我要怎么去看美国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个走向啊？我的感觉呢，美国是个民选的政府，这一点呢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所以呢，这个他的政治走向，这个外交走向一定会跟民意要结合在一起，你完全超出民意，就是比民意走得远，也会把你蹬回来。你呢低于民意，这是民意都已经转变了，你还不转变呢，也会把你给推到那儿去。这个因为呢，它最终呢是民选的政府，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哈，我们看看现在的这个民意是个什么样子。你比如我们现在经常说啊，美国呢三权分立，其中两权都是民选的，这个国会和行政机构，对吧？
这两个权呢都是民选的，他呢是直接的跟选民的意识、选民的意愿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在中国处理中国的问题上的时候，我们在过去两年当中推动的啊，在当时是川普总统的这个作为执政者，但是呢，真正要推动这个法律形成法律的时候呢，一定是要经过国会的，那就是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然后呢，他们呢又都是代表民意。你看，可以看到我们在过去的这两年当中，这个国会推动的法案，关于涉及中国的问题的，你比如这个香港的问题啊，这个新疆的问题啊，还有很多的台湾涉及到台湾的问题啊，这个很多的问题都是什么呀？都是参众两院几乎是100%同意通过的。那这代表什么？这就是民意走向。所以呢，刚才说这个对于中国的这种对抗的这种状态哈，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是一个民意已经变了。民意和奥巴马时期的那个时候呢已经彻底变了，其实奥巴马时期已经在变，所以才会有这个叫重回亚洲的这个战略考量。但是呢，到了 Trump 呢就已经走得非常远了，他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叫做不完全都不是说用的是竞争了，都已经变成了一个这个敌对的一个状态，或者叫相对，正在往敌对方向走。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从美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观察来说呢，应该是说他的这个考量，他的变化，外交的变化，外交走向呢，应该是完全是遵照着现在的这个美国民意的一个基本方向。所以前一段时间也是这个应该是 Poll 做了一个调研吧，反正我记得啊，这个准不是很准了，我记得好像是73%还是78%的那个受访者都是对牵扯到中国都是取这个负面，对于中国共产党应该是超过接近或者至少接近80%是给的是负面的这个投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的基本的思路、基本的方向呢，应该是民意的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如果作为一个这个美国的这个不是本土的这本土生的人去观察美国，或者叫美国的一个观察者呢，我觉得原来我就讲过一个外交家哈，一个外交家老朋友，然后教给我说要用四只眼睛看看这个美国。这四只眼睛呢，第一呢是商人的眼睛、军人的眼睛、学者的眼睛，然后是政治家的眼睛，用这四只眼睛去看这个美国的这个走向，那你就能看准了。那我们现在看呢，应该说这四只眼睛当中，这个除了商人这个眼睛呢还现在有点摇摆，其他的你看军人眼睛、学者的还有政治家的基本上一边倒。然后呢，商人呢，为什么呢？是因为牵扯到一些利益，因为呢，中国这个大的市场，商人这个从商人的角度来说呢，还不愿意完全放弃，包括这个华尔街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 IPO 的市场啊，这个债务的市场啊，他还是呢希望呢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呢，这个整体来说，应该说呢，走向已经是变化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那现在呢 ，Trump 总统呢，不是 Trump 总统，拜登总统已经新总统，这个拜登总统呢，这真的很多人呢，讲话呀都口误，我都经常想啊，这个川普总统，幸亏我还好，要是李洪清讲一下，人家就说，哎，你怎么不承认这个拜登总统呢？其实对于李洪清先生来讲，这个不是个问题。是，所以呢，这个拜登总统呢，这个他的这个外交走向呢，原则上也是按照民意，按照这个基本的美国的一个主体的一个民意变化呢来变化。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零十天吧，应该是06天，一个月多一个礼拜，这段时间呢，他的这个外交的这个政策呢，应该说已经出现端倪了。现在呢，应该说到了这个他已经跟欧盟的这个主要的领导已经开了会了，在这个 G7 的这个峰会上，他已经也把他自己的这个外交的这个政策理念呢，已经都展现无余。
所以呢，从这些角度来说哈，我觉得呢，这个呢，应该是说，至少在未来的两年之内，在中期选举这个之前，应该说呢，这个外交的这个方向应该是清晰了。即使是说现在有像中国国这个领导人对这个拜登呢可能会有一些期待，但是我想呢，可能不会如他们的想象，那么如意。正如像我正好今天呢，我看了一篇文章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彭涛博士写的，在那个德国之声上讲这个四个关键词。彭涛是你写的吗？不是，我不在德国之声写。OK， 那不是你的，我就给你卖一卖。要是你的，我不能在你面前再卖啊，是吧？所以那个德国之声啊，他这个我觉得他总结的不错，这个四个关键词啊。他说呢，现在这个外交政策，他说用这个他的观察，用这个作者的观察，用四个关键词呢来形容的。这四个呢是实力竞争，民主人权，战略忍耐，盟友体系。当然他有详细的这个展开。我觉得呢，这个跟我的基本的这个观察呢还是很接近的，所以我就把它就是列在这儿啊。我先说到这儿吧。好，来自于德国的彭涛博士，代表对美国什么都看不顺眼的彭涛博士。没有看不顺眼。不是你们德国什么事情都是看不惯美国。比如在奥运会这个问题上，待会儿估计待会儿再谈。谈那个拜登人做对华政策吧，跟川普时期有什么区别。我还是这个观点，拜登政府仍然他的对华政策仍然是以模糊为主调，而不是以清晰。当然，他强调清晰的一面，就是说我要联合这时候有共同价值观和那个这个制度模式的国家一起，共同来对付中国的那个什么挑衅，或者说这个崛起给西方国家带来的一些威胁，这是他比较明确的表态。但是呢，我们看得很清楚。他把中国没有当成敌人，而是当成最大的竞争者，而且同时强调了合作，这是他的基本的这个对华政策的一个主调。当然，北京也很害怕，非常害怕，拜登政府真正的团把就是说西方国家都拢在一起，然后发出共同的声音和采取一致的行动，来对付北京。对北京来说是当然相当大的威胁，不仅是在经贸上。包括最重要的是在科技那个这个发展，科学技术上面，这方面对中国的那个什么这个制裁的话或者限制的话，对中国崛起和进一步的发展是有很大的这个威胁的。所以说这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呢，我的感觉它是模糊性很强，就是它不把中国定为敌人，不以这个不像那个说冷战时期的时候。这个美苏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把苏联视为那个这个什么意识形态的敌人，而尽管那个中国大陆现在那个什么政治就是非常管控非常非常严厉，另外也非常强势，然后那个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个远远在某些地方甚至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产生了很大的一种就是威胁感，但是呢。仍然在不仅是在西方国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那个是说仍然就是说在美国同样如此，也是对那个就是说与中国完全是产生与中国的这个什么完全的对立或者对抗状态，他们是不认为不明智的吧，至少是这样。以前刚才那个什么两位谈到这个蓬佩奥时期的对华政策，他就比较清晰，就是把比如说在强调意识形态的差异，强调这个中共与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什么区别等等，也就是说把中国几乎上就是视为那个西方的那个至少从价值观和这个模式上面当视为敌人。有点那个新的冷战的这种味道，而但川普政府拜登政府提的对华政策说不管是
他的哪一级官员发表了多强硬的讲话，但是归根到底，我们都看见他们就不赞同，不认为应该就是也不应该在对华政策上面采取冷战的方式，也就不赞同以冷战的方式与中国升华交往，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表态。就是我个人看来，比较模糊的政策是比较理性的，过于清晰就是有一种风险，一个风险里边就是如果你跨境了说中国如果这样不做那样不做，我就要怎样怎样做他制裁他，要把他就是说打死。但是如果你做不到怎么办？你这个制裁无效怎么办？你就没退路，很尴尬。你这是一种可能，但另一种可能就是你必须面对他，你必须去制裁他，必须强硬的地方，比如说美国，比如说中国在南海的问题上，在那个什么台海问题上，如果中国超越了跨越了美国的某个红线，你动不动手？你如果说一旦说中国那个什么跨越了个红线，我们就要以武力的方式跟中国开战。如果说到时候要么就是你不开战你丢面子，要么就是你开战最后这个就最后自己就说那个无法收拾这个后果，就是这是就说战略清晰的一种危险性。当然战略模糊也有它的危险性，有的风险就是那个什么，你过于模糊会产生误判，也可以产生误判，就是对方会认为你是软弱的，或者你那个什么自己这个战略都不清晰的话，我可以利用这个不清晰来跟你说玩那个什么，跟你周旋，这有原因在，也有这种可能在一边。所以说拜登政府的这个战略我看了，就我个人看法就是在模糊与清晰之间的一种杂糅的一种政策。我记得在某些方面我清晰，就是在意识形态不自动漠视这个抗争方面我是很清晰的，但是呢在这个经贸国际全球问题气候啊那个什么那个或者说那个伊核问题等等，还有疫情抗疫的问题，一种大就是说全球化的一些全球性的一些危机处理的问题需要，但是呢他们选择比较就是说比较温和，就是我们还是主张合作，就是在这种模糊性的里边，就是我既然我们尽管我们是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模式啊不同价值观的这个国家，但是仍然在其他方面不反对那个进行合作。好，谢谢啊，我们这个阶段呢就是听我们的陶杰先生啊是怎么表达他的观点啊，他认为呢就是这个实际上站在北京的角度来讲，不管是谁上台，那么也需要呢开始应对美国的这种惯性的长期跟中国对立或者竞争的政策，所以在某一些方面中国自己啊也开始主动的和啊这个美国进行某一些程度的脱钩。请大家看一看陶杰先生是怎么说的。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明镜电视 这个今天又欢迎我们的陶杰先生到现场来。陶先生你好、今天看起来您的肤色很好啊，气色很好啊，因为是个灯光的问题啊，灯光我们现在还是讲一点点美国的问题，其实美国的问题啊我不是太想讲，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因为跟中国有关啊，我觉得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原来啊这个两党进行总统大选竞争的时候，其中就讲到啊拜登你亲共对吧，你到中国去你儿子怎么样啊，那么这个对拜登有很多的批评，那么北京对拜登上台了有很多的期待，哎看样子这是我们习老大的老朋友会怎么样啊，然后他们两个人通电话了也通了两个小时对吧，好像应该有一些好的动作出来吧，结果我们一看美国国会的听证会，拜登的内阁成员前财政部长啊这个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甚至贸易代表啊，
那么一个一个讲话对中国批评都很厉害，有一点给人感觉不是特朗普的特朗普时代好像又回来了啊。实际上特朗普或者川普时代早期对北京还是相当友善的，没有这么厉害，对吧？那么现在拜登一上来就这么厉害，而且要建立一个啊去中国化的产业链，而且很实在明确的把台湾、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纳入在其中。所以您在拜登现在上台之后对北京的这种行为啊，似乎比原来啊我们看起来入股的要泥塑很多，您怎么去评估这些事情？因为呢，我们要不可能要把拜登个人跟整个美国的他这个统治机器包括国会可能要分开，也要把拜登跟他的统治机器跟整个美国的这个气氛呢，对中国的气氛呢，也要分开。因为这个一年的疫情啊，虽然这个川普口口声声说中国病毒，那拜登跟民主党不同意，实际上人人心里明白这个病毒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如果这个美国的民意不相信这个病毒是从中国武汉来的话，那么他们只能够相信另一个说法，就是中国的说法，就是美国的运动员呢、带到武汉的军人运动会去的，那这个当然是很荒谬，所以呢，这是政治的微妙之处，对不对？再加上这个一年呢，有很多共识在欧洲、中国、印度、澳洲、日本呢，这个全世界甚至是英国啊，在形成之中。这个共识呢，并不是说川普一个人制造的，而是呢有很多这个两年呢中国自己的外交行为他这个对于这些发生危机啊，他这个处理的应对的办法而造成了今天这么一个总的趋势，这么一个走向，是不是？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拜登在这个 CNN 会堂那个论坛那个十分钟的讲话，他说对于这个新疆的这个所谓集中营的问题，还有这个香港打压民主的问题，他说了一句是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准则各个国家的领导人有自己的文化准则。那这句话呢，我想他也是可能年纪老大，我们早就提出过这个问题，说这个老拜登呢，他可能这个认知能力或者他这个嘴巴说话跟这个大脑的协调可能存在某种的缺陷。您不能讲这个东西，讲了这个东西涉及到一个个人的隐私也不是说隐私吧，天下都知道了，总统没有隐私。他从小的时候口吃，他的演讲还是被认为不好。不好。所以呢，我仔细观察过，他有时候很来劲，有时候不行。比方讲这个。在这个去年二月份他争取出现的时候被问及这个新疆集中营的问题他那一口快嘴好像比这个鼠来宝还要快还要利索说他就是一个坏人这个就是一个不民主的这个人这个新疆我们这个就是要对付的。但是他干了以后做了以后这个说话又结结巴巴。所以呢这种我不是医生我弄不懂，是不是？怎么现在民主党众议院里头有一批议员，我不知道是不是开玩笑主张要把拜登手上那个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个核弹那个按钮这个包包把它给悄悄的从他手里拿过来，是不是？就怕他认知能力可能是有点障碍，有时候不记得这个是包包，他打开以为这是一个电脑跟他孙女来通话的，他乱按，结果呢两个核弹三个核弹发出去了怎么办，是不是？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不能够把拜登个人他这个认知或者是健康问题看得太重要，反而因为呢你美国整一整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我们这个一向都不否认，
是一个比较很成熟的一个民主的政体啊，他并不是说一个人当皇帝说了算，也不是一党独大啊。这个呢，虽然他在国会里头共和党民主党有很尖锐的这个争执啊，但是他对外面的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以美国的基本的价值观来应对，这个还是比较统一的。比方讲对这个缅甸的政变啊，对新疆的集中营啊，对香港啊，通过这个什么香港的什么什么关系法啦，这个的基本上都是 98%99% 啊这样的通过。所以我们这个比较，我是比较担心的是长远的美国国内这一左翼的意识形态，这此风是不可长，是不是啊？但是这个主流媒体呢，我也不赞同他在竞选期间呢这个若干的表现啊，所以我觉得是他是有偏袒的。但是整体来说呢，我们不能够否定这个美国三权分立，再加上他新闻言论自由整体啊这么一个优势，是不是？对，所以呢，应该在这大背景里头看，整个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确实是变了。但是这个变呢，是像布林肯跟蓬佩奥可能有程度表达或者应对的程度高低或者硬软之分，但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现在的拜登上台一个多月是看得出来，知道吗？包括拜登本人在内我想因为他是个民主党，他一直都强调他认为世界是应该由民主来这个占主导的不应该由独裁或者集权呢来这个来领导的这个我想他无论这个脑子认知清不清楚，或者是说话具体每一点呢每一点上说的这个丢三落四，我想这个大原则他是清楚，是不是？所以呢，现在我们就面对这个美国到底是不是会沿着这个川普时代子跟中国完全脱钩。我们早就说过，在川普当政的时候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对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但是现在这个拜登政府看来正在形成一种比较多层次的或者是比较成熟的脱钩的这个总的战略，这个是跑不了的。第一，他会把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大前提下跟中国的贸易这个不脱钩。比方讲你在 Walmart 买到的你买个领带或者买个衬衫这个是 made in China, 这个是不可能脱钩的。你这个厨房里头你想买一个不粘锅的这种厨具买个锅啦，买个这些餐具这个的跟美国国家安全没有威胁，是不是？甚至是你买这个玩具中国制造，但是它设计还是美国的玩具商，制造是在美国，这个呢它不脱钩。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这个关税也没有表示说要减，到今天大部分的中国货中国进来的货 25% 只要维持这么一个高关税，本身会对美国带来超过1900亿美元的这个损失。但是如果美国的资金在中国减少一半的话，会带来美国5000亿美元的损失。所以呢这里头他会把它分开层次，不会完全的禁止，不会完全的不往来，而是有一种弹性的这种脱钩。弹性的脱钩。好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来美国的旅游跟中国留学的问题。美国的这个中国的游客在中国跟中国留学产业加起来是300亿美元一年呢，
这个钱不少。但是我们现在看的也不，你不能够说美国想不想跟中国脱钩，这不是美国单方面的事情。事实上中国自己也开始跟美国脱钩，因为这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中国官方的或者民间的或者智库自己也在检讨中国以后的高科技不能够长期依赖美国啊，习近平都说他们这个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芯片啊，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你打开个手机无论是华为还是小米啊，那里头那个甲骨文啊，他提供的那么一个技术的基础你不能够把它给摸掉，对不对？你不能够把它给摸掉呢，那他中国也惧怕这方面，你如果你跟他维持一贯的紧密的关系，美国可不可以进你的这个小米跟华为手机拿你的私隐呢，拿你的数据呢？他也可以，那你中国没有这个顾虑吗？并不是说美国单方面有这个顾虑，中国也有，是不是？中国早就说了，现在我稀土就不供应了啊，因为你现在这美国的这个啊，造这个战机啊，不是七成的稀土啊都是稀土啊都是中国出口的，我可以不出口。所以其实中国自己也有跟美国若干或者部分脱钩的意愿，对不对？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到美国去旅游，是不是？我想即使在这个疫情以后，中国的游客或者是中国对美啊这个鼓励啊，中国的游客到美国去旅游啊，这个热情肯定啊比起这个疫情以前呢、啊、是不能相比的。好了，这个留学的这个产业现在早就已经形成了，英国也是这样，对于敏感的学科高科技的是不会开放给中国的。所以呢这个未来呢就总的来说呢这个中美这个脱钩啊是不可当，但是不是完全脱钩，再加上中国自己在国内对于民企的一些打压啊，这个也会导致这个中国自己对美国的一些进口货的这些一个脱钩，是不是？你看这中国自己啊，比方讲他要跟澳洲脱钩啊，我不买你的龙虾，是不是？我不买你的红酒啊，中国也会因为自己的政治理由跟台湾脱钩，我不买你这个凤梨或者菠萝啊，所以呢整个就是说这个互相脱钩啊，其实啊这个态势已经在形成了，只不过是个程度跟这个强弱的问题啊。拜登那个现在呢是逐渐是找到了这个跟中国如何竞争或者甚至是某的领域上维持敌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不能够跟你割断，他现在在找这些感觉或者是在找这些领域，是不是？这个一个多月呢已经开始了，而且逐渐成型了。那您觉得他们很明确的把台湾纳入到整个的这个供应链里面来，是不是对台湾的安全是个保护还是一个威胁呢？不，这个是当然是会有条件的啦。我们最近听到德国跟美国都向台积电喊话，说你们要继续生产你们这个晶片，是不是？台积电在美国或者在欧洲这个分量是加重的，是不是？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要对台积电加强这种芯片的这种采购或者是制造研发，那肯定要加上国家安全的条件，就是说你要跟定我啊，你就跟那边呢不要丢三拉四，你就跟那边呢就撇清关系，所以这个趋势也是不必质疑的啊。那这样的话对台湾当然是加强了一个内在的这个安全保护的这个因素，是不是？
但是不过台湾方面，蔡英文政府是似乎又给人的感觉像中国大陆表现出更多的善意，又是怎么回事呢？那当然，蔡英文总统从来没有表达过对中国大陆表达过什么恶意，是不是？嗯，没有啊，除非呢，就在那个肺炎呢、最严重的时候，他说我口罩我自己不够用，我不会出口到大陆，是不是？对不对？啊，而且呢，这个疫苗啊，疫苗这方面，啊，台湾的马英九也表达了很大的善意啊，他说希望啊，这个大陆的科兴呢，这个疫苗能够运到台湾来，然后台湾的这个卫生部长陈志忠说，啊，这里头呢有一个第三期数据不完整的问题，那么这个也是个事实，是吧？啊，这个从来没有说我要打反攻大陆啊什么这个呢，没有说。嗯，啊，这个蔡英文上台以后没有把台湾推向台独，他到今天还是中华民国的这个啊总统，是吧？所以呢，这种所谓的这个台湾对中国的这个敌意恶意啊，这个我认为不是从何说起，是不是？当然你说啊，这个你自己搞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那确实是个独立的，不受中国大陆、不受中共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一个政治实体。那么1950年蒋介石、蒋经国也一直都是这样，是吧？所以呢，这个我想呢，这个蔡英文维持比较柔性的，这个啊口径或者是言论，但是我们看到他现在对于加强这个台海安全呢，他是把这个防卫啊是升级了。那这算不算敌意呢？这是一种回应，并不是一种敌意，是不是？因为大陆那边的飞机常常进入他的这个防空识别区，他才是这样。嗯，对，不可能台湾去挑衅中国大陆啊！现在只有大陆去骚扰这个台湾，不可能，是